欢迎大家收看这一集的天下人物专访。我们很高兴邀请到的是帅以宏帅律师，他已经执业有超过了30年，本身是专精在商业法，是国际贸易以及房地产方面的专家了。帅律师您好，我知道您最近又有一个 title， 就是 San Gabriel Valley 律师推荐服务中心的理事，告诉我们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能够怎么样帮助华人？是的，这个圣盖博谷律师推荐服务中心，是由圣盖博谷、巴萨迪纳及东区三个律师工会所共同支持的一个非盈利基金会，成立于1967年。它的主要的目的是在为圣盖博区居民推荐经过这个中心所筛选各种专业的律师，而且呢是完全免费的服务。那这个盈利机构在过去将近50年，主要针对的都是主流社会。那因为我是第一位华裔或者亚裔的这个理事进去之后呢，我跟他们推荐说，我们应该扩大我们服务的范围。那华裔实际上也非常需要，所以呢，这个理事会就决定，我们从华裔开始。那我们目前希望第一个是招聘请几个说华语的工读生来帮忙回答这个电话。这个以白人为主的机构，什么样的原因之下会要需要提供华语的服务？看见了什么样的问题？我想他们看到的就是说，现在华裔在圣盖博区里面已经变成一个不能说少数民族了，过去是少数，现在实际上非常比例非常大的一个族裔。那他们认为实在很有必要来为这个区块来提供服务。那事实上有太多的新移民常常不知道要怎么样去找适合他的律师，那我们这个单位正好可以符合这个需求。太好了呀！ 我们人物专访时间非常短，那最后剩下20秒，要不要请帅律师？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应该怎么样跟你们联系？是的，如果有兴趣，一个是工读生，一个是能说华语的律师事务所，来跟我们联络。我们的电话是626-966-5530，或者呢上网到 San Gabriel Valley Lawyer Referral Service， 可以上面有很多的资讯，有 email， 有电话，还有直接从那个地方可以post messages 跟我们联络。谢谢帅律师。那我知道刚刚他已经提过了那些电话，我们会在荧幕上告诉大家，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利用这样专业的服务机构帮助您解决问题。也谢谢帅律师，谢谢李小姐。